哦，是有人在笑还是有人在哭啊？那声音真的有点诡异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设定这边，然后设定这边阴影，然后我们把阴暗调低一点好了。哦，阴暗太高的话耳朵会不太舒服，尤其是这么诡异，而且有一种很诡异的笑声。好，没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这个游戏就之前广告上面有打蛮大的，然后我那时候看是什么杀僵尸然后末日生存游戏嘛，那么我就是把它买下来来玩，然后它还在先行体验版，就是所谓测试版啊，就还没有完整啊，还没有完整的上架，那反正就是先买来玩玩看，然后看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怎么样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游戏了。然后这是什么推荐新手教学挑战模式，怎么有一些很怪声音啊？哦，他背景音乐蛮好听的，但是他有一些笑声，我真的觉得很鬼很毛。那新手教学模式挑战模式手动储存，这个是怎样？你会我要选哪一个？先前目录这是什么东西？挑战模式，身为特工啊？每天早上六点自动储存游戏，轻松游玩的，我要选哪一个？这是什么？新手教学、特工培训，所以哪一个才是他的正式的那个，才是他正式的模式啊？挑战模式进行六天，喜欢挑战的幸存者是这个吧？拓荒者模式应该是这个吧？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们就选拓荒者模式好了。新手教学应该是类似所谓的一个前，算是前置教学啊，就教你怎么玩的吧？对不对？还是我要先新手教学？我想一下哦。有人在咳嗽，有人在喘耶，好诡异哦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来新手教学好了，先来玩玩看。然后它是像素版的，然后这个画质很明显就是像素版，好诡异哦。刚有人那个声音怪怪的，然后然后 space 跳过，然后紧急状况，然后针对首先是移动，然后闪避，然后怎样闪躲，捡起使用八八八，我看一下 F 是互动，然后 space 捡起，然后是怎样？我有点看不懂他说 F 互动 ，F 是互动嘛？然后暂停是 ESC， 然后 space 是捡起，使用是右键。然后左键是闪避，然后钻田是那个哦，就 reload 是那个 R， 然后行走 F L 是什么意思？跨步哦，怎样？行走是怎样啊？我看不懂哎。F 开门，然后拿这个。按空白键，然后下一个是回避，在战斗中移动时，哎，这样子回避。哦，这个还有体力上的限制吗？按下 Shift， 走路不发出声音，这样子。很多僵尸的时候就可以安全移动。左键攻击是对僵尸造成物件，僵尸或什么吧吧吧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下一个是穿戴装备哦，左键攻击，它有个准心啊。然后按下 B 键是包包，然后看一下哦，什么东西？把包包里面的装备，然后这个吗？这样子哦，放上来，有点 Minecraft 既视感，你不觉得吗？然后这边是选择哦，按下数字键是做转换，那个就跟那个枪战游戏一样啊。然后采集。当地自行采集才行，然后先穿戴食斧攻击树木。我怎么出去啊？不知道我怎么出去，往哪边出去？这边。这样子。我发现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准心往下的话嘛，就是你的准心是往就是让你的角色可以往哪个方向
面对哪个方向。那比如说我现在往左嘛，我现在准心在右边嘛，我准心在右边的话，那我往后往左边移动就会非常缓慢，但是我往右边移动的话就会非常的快速。你的准心等于是说你的人物的面向方向。那如果你的准心在你准线。你的准心在你人物面向方向，然后你往反方向哦，反过来的方向走的话，就会变得特别的慢哦，因为它有点像这样子，像在倒退一样哦。然后像这样子的话，左边对，哦，这样子，反正就是跟你面对的方向不一样的话，你的行动速度就会变慢哦。然后再F 哦，开门声也是有的。然后采集这干嘛？这什么？我拿对吧？食斧啊，对啊，这是食斧啊。哦，好哦。然后一种类，然后什么效率之类的啊，反正它大概就是收集嘛、采集之类的、啊，收集、采集、寻找资源，对不对？然后 F 护哎，捡起 F 是 F 吗？还是？对啊。然后怎样？使用？哦，为什么没有？采集草药，对啊，采集草药。啊，怎么采集 ？F 啊，不是 F 吗？采集是哪一个？看一下。对啊，没有啊。是哪一个？不是啊 ，no， 啊，铁锤，这铁锤要用铁锤来打哦，各位铁，他为什么用铁锤打、啊？好怪哦，对啊，为什么是用铁锤打？哎，奇怪，为什么柴草要是用铁锤？哎，不是铁锤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石锤吧，怪怪的。然后用什么什么鹤嘴，就是所谓的石杵吧，对不对？石杵啊。然后采矿的部分，就是啊哈，像这样子。我觉得他应该要用一个所谓自动捡取才对。然后虽然说有一点不想做石锤啊，对啊，石锤，垃圾堆。哎，如果是这样子诶，哦，好像，采草药的话，好像你要点它，反正你要攻击它就对了，不管你拿什么工具都一样。然后垃圾堆，然后用石锤嘛。有，然后嗯哼，获得塑胶玻璃布，888 web， 反正就是。收集一些东西嘛，收集东西，收集物资，然后活下来就对了。然后隐藏天赋引发出来，按 T 键，隐藏天赋，天赋树嘛。看一下哦，我要选哪一个？还有分好，哎，这天赋地图在这边。按 T 的话 ，T 是那个我们平板电脑，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类似一个 GPS 导航啊。然后这边可以点我们的天赋，天赋的话我看一下智力，然后我看一下。我要选哪一个？体力，我觉得先点体力比较好吧。嗯，点体力，你看体力、啊、还有吗？天赋哦，没有点数了。好，那么学习制作的话，熔炉安装在制作熔炉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熔炉是这个，画质有点差、欸。然后他说要我石头不够吗？哎，石头够啊。然后制作吗？制作怎么制作？哎，不对，我石头不够，所以我要打石头。按住就好。哦，就是比如说你要打一个东西，你按住就可以了。OK， 然后看一下 C 的部分，然后就可以制作一个熔炉。然后熔炉放在哪里啊？看一下熔炉要放在哪里啊？熔炉，对啊，我不是做吗？熔炉啊，对啊。制作，然后看一下放在哪边。哦，
你在制作之后，你把它比如说像这样做出来嘛，然后要怎么放啊？我看一下，随便放一个放这里好了。啊，制作完成哦。你制作的时候你要先点它，然后把再点一下，它才会出来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哦，在这里就在这里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要怎么把要怎么使用？使用的话是按右键。不对，左键按左键，然后这样是要把它拿出来吗？哦，要先把它拿出来，然后龙骨的部分在这里，然后看一下，你要先把它放在你物品栏那边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像你制作一些东西嘛，然后你要把它放在你物品栏那边，它才可以，它才叫出来。好，加工训练，然后熔骨可加工材料，像子弹一样必备。什么制作木炭啊、哦？这个反正它在里面可以制作熔骨，可以制作这边有它的 UI 哦，就是一些它的项目。然后你可以制作一些什么子弹啊，然后木炭啊。木炭的话一定要用树枝，树枝吗？嗯，这样丢进去嘛？好像这样把它拖过去嘛？是这样吗？然后木炭，制作木炭。好，拿到了，把我树枝还我。然后原木怎样？吸工作木头工作台。对啊，有点麦块佛即视感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铁锭。所以我还要我要多砍树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，好，石斧在这里。这算是新手教学，多砍树，多砍树，多砍树哦，就是有一种麦块佛即视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不是铁框，是这个吧？这个是铁框啊，然后另一个是铜框啊，然后比较浅色的应该是石头，然后一直打都不会破。还是说，还是说，因为这是教学模式，所以他那个这些石头都是无限的。他说制作一个工作台，工作台在这里。哎，不是这个吗？哦，铁块要在熔骨里面制作。好，熔骨制作的话，我看一下哦，要木炭两个，木炭，然后这个是铁块。啊，等他一下，好。然后兔子会跑，哎。这兔子怎么那么可爱啊？我把它杀死了，哭啊！我把兔子杀死了，看一下拿到，然后看一下工作台的部分可以做吗？哦，还要一些铁，这个叫铁块，这个叫什么铁锭？所以这个游戏真是用麦照着麦块博去做的吗？感觉有点像啊。那我们然后铁锭拿来，哎，按错。那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工作台制作还在做吗？哦，他还做，还在做啊！我包包已经满了，包包已经满的话，我看一下要拿掉什么东西。看一下有什么，我看一下玻璃好了，先把玻璃拿起来。哇，我背包怎么那么小？哦，是这样子啊，要把它放对对对对，好，反正一切都是哦，慢慢来就对了。按 C 可以制作基本武器，按下 C 键，然后左右箭头来转到左右箭头。这个可以制作其他项目就对了，哦，还有一些什么左轮手枪啊、微博呀，哦，还不错嘛。找个饮用水，饮用水在哪里？饮用水，修理锤子的方法，拿起快捷键修理锤子，
这个吗？看一下，修野垂直是这个吧？然后找到故障的供水台，然后嗯哼，这个是供水台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吗？到安抚啊，对啊，他要什么？哇靠，这个需要动脑筋哎、欸。虽然说我没什么脑，是这个吧？对啊，不是吗？看一下，所需要的材料，找到材料后点击就可以完美的。对啊，它不是要那个吗？哦，有有有有，各位看哦，它需要这个铁块啊，然后再敲一次。哦，还要再继续，嗯，还要继续找，继续敲铁。靠，背包一开始怎么那么小啊？真奇，背包一开始超小的、欸。这个锤子啊，就是这个榔头啊，我们讲榔头，它可以那个，它可以修理一些东西。就感到饥饿，我们不保证，不保证，食物甚至会开始腐烂。然后你可以猎取动物，种田。怎么突然间变成英文啊 ？Farmer 农场，然后 click 不，然后什么什么 base 什么东西？怎么突然间？哎，怎么突然间变成英文啊？谁看得懂啊？然后这边要采集这个吗 ？Good base, let's create farmer to.农场工具 ，one stone， 然后 farmer to quicker， 然后八，农场工具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他怎么突然间变成英文？还好我是还可以看的，就是铁锄头嘛，还好我英文程度还算 OK 一点点。我发现已经快完善了，哇！求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我看一下手工，啊，这个。他还在制作哦，他这个是制作啊，他一个有一个东西在跑，那是制作。然后这个放摆在这边，然后开始变暗，对啊，我制作一个开垦农地干嘛？这样开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可以在没有可以种农作，我在训练一脚，然后准备，哇靠，已经变暗了，太恐怖了吧！然后跟踪箭头找到农作物收，农作物后收集，哇靠，这游戏也按得太快了吧，好恐怖哦！你们不觉得很恐怖吗？农作物是指这个吗？对啊，种植农作物。好恐怖哦！然后把农啊，这个是我的农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农这个，嗯，是这样子吧？哦、还要继续开垦农地。我靠，这个游戏，看一下，这个游戏，哇，好恐怖、哦！突然间变这么暗，我有点怕，好怕。然后淋到雨，淋到雨的话怎样？然后浇水，我还要什么声音啊？哇靠，这声音会吓死人哎、欸！按 N 无人机。看这真的会吓死人欸，无人机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哦，他说什么东西？被僵尸攻击后感染度会上升，然后什么东西我还没看完啊，鸡巴欸，搞毛啊！然后左侧上端食水的符号，
然后水是生存必备，然后水拱如果出现故障，就无法从水道或获得供水。按下 N， 然后确认故障水拱的位置。哎，我需要吃东西，我肚子饿。球，然后并移动到相应位置。啊，我知道我肚子饿，可是我没有东西吃啊，是这个吗？对啊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吃这个，点苹果嘛，吃苹果啊。啊，有什么可以吃的？我看一下。对啊，点苹果啊，我点啊。使用，吃啊，嗯哼。啊，这个不能吃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是生肉，不能乱吃吧，对不对？敢真会吓死！然后我看一下，可以选都拿吧。红色注射器，然后写的什么八八八什么的，这个，还有可以拿的吗？要把它拖出来哦，这么麻烦哦。啊，这么麻烦哦。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丢的，先丢一丢。有什么可以丢的？哇靠！哎，一开始给我背包实在太小了啊！我是要怎么玩啊？对，一开始给我背包有够小的，然后他说去左上端，然后找什么水什么的鬼东西。我觉得等一下应该够急。哇，等会丢掉鬼耶！按下向上，然后灰色向下，然后注意上面刻度表，这样子吗？然后水压一直，如果将水压半以蓝色状态维持一段时间，就可以进行蓝色状态，就蓝色状态维持一段时间就可以完成修改，请把四个水压半全都变成蓝色。哦，是这个蓝色嘛，对不对？干嘛？啊，对啊，啊，怎么停下来？哦，他要一直维持在同一个时间啊，就是嗯哼，你要就是比如说他要让它变成蓝色的状态，然后一直调，一直就是一直调它呀，微调它呀，你看像这样子，哦，一直微调它，嗯，对，像这样。它变成蓝色之后嘛，你就它会下降，然后再把它上升，然后让它维持住就可以了。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好恐怖哦！哦，真会吓死人哎！很好，这现在是发电机，然后发电机出现故障的时候，平板电脑跟其他电子设备就会停止运作，按下 N， 然后看一下发电机在这里。好，往下去看一下。哦，要随时注意你的，就是随时注意你的那个方向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我像这样子就会跑得非常慢。然后发电机在哪边？看一下，哦，发电机在这边。F， 按下按钮，然后经过红色范围时点击红色按钮就会，红色范围是指这个吧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嗯哼，看一下。像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在红色按钮那边。就红色范围啊。好 ,OK,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导你了。哦，拯救平民，靠近恐惧中颤抖的平民，向他们搭话看看。他们就会全心全意的相信你，跟随你。好，我饿了。我肚子饿饿。我知道我肚子饿，可是我需要看一下。来吧，
应该不会现在饿死吧？持有特性，然后怎样？这个是干嘛？只能获得一个特性，然后可在状态页什么手臂更长，随便选一个好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那我看一下，我要先把救出的平民变成我伙伴，然后请靠近并按 F， 然后进行对话，查看讯息的招募。这边有个招募，哪边的招募？全部待命，待命招募这个吗？他叫什么 ？Justin Parker。哦，他是嗯哼，他是我的伙伴就对了，我的超级伙伴。达成更高的等级，展现威望的话，可以招募更多平民啊 ！TTT 伙伴叭叭叭叭，下令他们执行更多。有机会时，我都还没看完，你不要一直跳好不好？利用直升机逃脱，将平民移动到直升机下方，他们会出现绿色条。当绿色条满，啊，僵尸！等一下，我还没吃东西耶，我看一下哦。好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快点过去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啊！这边怎么 ？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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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对啊 ，F 啊！哇！哦，有有有！哇靠！我怎样啊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怎样。突然间有僵尸，然后被咬，然后我刚刚一直按 F， 然后他也不给我打。哇靠！他的新手教学让我有点哦不知所措，然后刚刚那个出现的太快，真的有点恐怖哎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新手教学就对了，好吧，反正就是，然后他突然间肚子饿，然后我也没东西吃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这个游戏嘛。好，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紧张啊，那我们的新手教学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就嗯。核心运作之类的，有的没的都已经先试玩过一遍了。那好吧，那这集我就先到这边啊。那下一集我就直接从那个拓荒者模式开始了。然后每天早上六点会自动储存游戏，在特定自动每天早上六点会自动储存游戏，我不知道它这个自动储存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就特定的啊。在特定区域散步的寝具提供手动储存功能，睡觉就是床铺意思吗？好吧，那这集我们就先到这边啊，那下一集就是从拓荒者模式开始了，那就各位拜拜。